委托人是一对来自故宫博物院的夫妻，欢迎你们陈阳、齐浩南。主持人好。主持人好。我们其实对在故宫里边工作人员都特别的好奇，觉得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。先跟我们说说你们在哪个宫殿啊？我们是在那个故宫博物院的文保科技部工作。就是主要负责院藏各类文物的保护修复。古老修复工艺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？基本上我们在修的所有的这些文物都是以传统工艺制作而成的，所以说我们在对他们进行修复的时候，也要恢复这个就是传统技艺，用传统技艺和现代科技相结合的方式去保护修复他们。您是负责织物修复的。对，织绣。您先生是负责古钟表。古钟表，这里边机械零件特别多吧？对，一件古钟表它因为表演的功能非常复杂，所以全部拆解的话可能会有成千上万个零件。那么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将这些百年前能够表演的钟表呢，通过我们的修复，然后恢复它的全部的运转机能，能够让它以最初的这个状态展现给大家。今天还带来了一段视频。对对对。是在修复前后的一个对比是吧？对，是其中是一件咱们国家广州钟表制造的一个麒麟驼书白猿仙寿钟。那咱们先来看一看。对，可以看一眼。好。这个呢是它修前的一个状态。那么在修前呢，这个钟表呢是外观有些倾斜，同时还有一些锈蚀，内部机芯呢运转呢是失灵，无法达到它的正常的运转表演功能。这个呢是我们它的上半部分的一个走蚀机芯，那么通过我们的全部拆解，然后清洗、组装、调试，最后恢复了它的走蚀打点功能。那么这个部分呢是其实是钟表里的最简单的一个计时功能。那么主要的吸引皇帝的呢还是它的表演功能。那么这个机芯呢就是下部的它动力的一个机芯，它呢是负责底部的动态的表演和底部音乐的这个动力的输出，那么都是通过它来完成的。这个呢是修复后它的一个状态。对，这个是一个它的修复后的一个运转的一个视频。那么它的这个底部呢是有一个自开门，那么自开门开打开以后呢，它中间有一个转花伸出来旋转，然后中间的这部分呢是两个小猴在跪着拜寿，那么中间的一个大猴呢走出来以后，它跪在地上，然后再起身，然后再退回到原来的场馆。这个修复过程花了多长时间啊？这个修复我们大概花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，因为钟表的修复其实最复杂的在于它的调试。因为每一个表演它都是按部就班的，那么如果有一个表演是提前了或者是迟后了，都会影响它的正常运转，所以是我们就是在反复的拆装修复与调试的过程中来进行的。古董钟表看似让人特别的震撼，但是在这个修复的过程当中其实特别枯燥，而且充满着挑战性。对对对。今天二位来到现场是要写信给谁的？写信给我的师傅王晶。这里是接收区，王金师傅就在我的身边。王金师傅在故宫工作多长时间了？我是到今年正好是44年。这40多年一直在故宫修复钟表吗？对，40多年没有离开这个工作岗位，一直都在，从一进门就开始就是做钟表修复。那您算过，截止到现在啊，在您的手里边起死回生恢复正常功能的这个复杂的钟表啊有多少件？大约应该是300件左右，差不多应该就是经过过手的文物啊。真是感谢您啊，让我们今天还能够看到数百年前这些复杂的钟表栩栩如生的样子。因为我看这些钟表，刚才我们看视频啊，它很多都是，它主要就是这个表演性质和这个展示性质非常强。是啊，这个其实故宫钟表能够留存下来的这么多，其实我主要重点还是它的表演功能。其实计时部分只是占小部分，其实大部分还是这个表演功能。今天这个您的学生徒弟给您写了一封信，我们一起来听。好，来咱们投递信封。
说你离得太远，肯定我这边我也啃不下。我试试这个。您挑一个我们没见过的吧。没见过的。这个是你没见过。对。这肯定一看应该能知道干嘛的吧。嗨，我真不知道。这个比较特殊，这就是我们这个故宫的这些钟表都是比较老的钟表嘛。它这些螺丝，特别是螺丝啊，它都有异形的，去给他们演一下。这可以活的，这边你看看。根据它的大小我们调，然后调整，然后合适的位置让这个螺丝进去以后，然后我们再转它可以套扣。啊，所以说这个比较是特别珍贵的一个，是老产老的传下来的。啊，这是一个老物件。对，老物件现在基本买不到。这有多少年的历史了？这个是我们师傅传下来的，据说是应该是我们师爷也用过的。这是不是也是故宫里的一件文物？但是它依然在发挥作用。对，这我们正常还在用，好多还在用。啊，这个也是，这看出来是干嘛的？这个刮胡刀吗？知道的。哎，你看这特别，这像的哈。是，这是一个拔丝的，它是一个，比方说这个铜丝比较粗啊，多细啊，它粗点，我们可以穿过这个孔，把这边一拽，就给它上面刮丝。刮丝。对。哦，大家可以注意看啊。这上面有这个小孔，对，有大，从大到小，一个一个的，这样。那我们陈阳介绍一下你的织物工具吧。对，这边是陈阳的专长了。是的，我这边就是都比较小巧，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修复用的针。那针也是分很多种型号，你比如说是有这种细长型的，然后也有就是稍微粗一点的，然后还有那种细短型的、粗短型的。这是专门的修复用的。对对 对。再介绍一下其他的物件。那还有就是说剪刀，剪刀一般我们用的呢都是这种医用剪，因为它的这个精细程度还有它的这个锋利程度都比较好一些，所以说就对于我们修复也都是有这个益处的。然后还有各种的这个缝线。比如说就是这种桑蚕丝的丝线，然后还有这个各种的我们所用的修复的面料。陈阳能够给我们介绍一下，比如说你修复过的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作品吗？清代的一件这个红色蟒袍。蟒袍。对，因为我们在修复的时候要考虑文物的三大价值，它的历史价值，然后是它的这个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。然后在修复的同时呢，我们要尊重这三大价值。那如果说我们的金人现在要去修补一件过去的这个织物的话，我们要掌握过去的一种刺绣工艺吗？对，就是我们不光是要掌握刺绣工艺，我们还要掌握多种工艺。你比如说刺绣的、刻丝的、织锦的，我们都要知道，因为它可能全国各地进贡来的东西，对对对，不同地方它的绣法还不一样。是，它的工艺种类是非常之多的。故宫的文物它的种类多，工艺也多，所以说我们要掌握的东西也要多。所以你看，就是这一件，就是我们曾经修复的一件，就是缂丝文物。然后它，在这个底部缺损了很大一部分，所以我们就要用它原有的缂丝工艺刻制出一块，然后再给它进行嵌补。那这个就是当时我们做的这个缂丝小样，就是我们要不停地在试，就是试哪一块跟文物这一块最接近。你们工作室是不是姑娘多？对，我们五个都是女孩。应该没有男士吧？没有。那也不好说呀，那万一有心灵手巧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问问师傅，再问问，浩南啊，你们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修复过的钟表？就是对面我们能看到这个，它是这个正常的话，表演应该是自动开门，开门上边的转花，上边小鸟都会鸣叫，哎，小鸟的翅膀也会动，翅膀啊，头尾都会动，头嘴，对，上边转花，然后里边。打开门以后，里边有一个人坐在那，他是一抬手一落，里边变成小红球、白球，然后变出小鸟，啊，几变四变，就像这样，太精巧了。这件是非常世界唯一的一件孤品。哎，你看，他手一动，然后里边的东西就变了。一抬手一落，就是变一次。这个钟表是瑞士造。这是瑞士产，但是它里边变魔术的小人是，小人是按咱们东方的这个东方的这个打扮。修复它花了多长时间啊？修复它当时修了有一年吧，咱们
这一块修复的时候最大的困难是什么？当时是最难的就是组装，因为你看它这个一抬一落里边就变了，嗯，这个时间非常快，里边的齿轮传动啊就稍微差一个齿都不成，它互相就打架了，是该回还没回去的时候底下那个又变掉出来了，哦，那就这个搅合点是特别特别的麻烦。故宫里边钟表，古老钟表是中国制造的多还是外国的多呢？要是总数来说可应该还是外国的多，因为我们的自己的产品也就占有差不多三分之一吧，因为我们有将近1600件藏品，故国产的就是我们甭管全国各地造的吧，大约有个400-500件。各个地方的钟表有什么样的特色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？这一件是英国钟表啊，当时它是一个田园风光嘛，上边你看那小鸡啊，还有前面天鹅，前面的跑人跑水法，你看水法前边那有这船呀，啊，对，开门底下有水，船是在水上游嘛，所以说这有那个水是真水还是说金属？是玻璃螺旋的玻璃管转起来模仿的水啊，玻璃管转起来啊，这个水法，像自开门里边还有转那个料石花什么的。那咱们继续介绍这一件师傅。这一件是咱们的广州制作的哈，国产的，对，咱们国产钟表，这一个非常大的，将近1.3米高，里面大，两边你看会变对的，八方向化，九土来往啊，中间的有一些就是祝寿吧，当时活的各种的，就是祝寿语嘛，中间那个小人打开一这个折子，还写的是什么万寿无疆啊，或者什么骑士。这个修完了，我想目前这是暂时修不完，因为我们大爷库里可能还得有个300-400件，从清代就没有动过手的，还有300-400件等着修，应该有300多件、啊、就是至少，因为我们现在是抢救性修复，就这些钟表要一定要抢救性给它修出来，但是保养性的修复基本现在排不上，我们只有说比方有临时展览啊，这些钟表做一小的简单的一个保养，真正我们像我师父那一代人修的，还有这个清末这个修一点的，那大约180年了，其实早就该做二次保养了，那根本就排不上，所以未来的他们可能是后一代人在做保养性修复工作，可能以后还会有。有没有发现就是跟他们聊天，他们说话基本上都是不急不徐，稳当，是两位男士儒雅大度，而且内心只字片语之间都仍然难抵一颗赤诚的匠人之心。王老师，今天您的学生特别来到我们的现场，给您写了封信，我们听听他写了什么好不好？太期待了，期待。尊敬的王金师傅您好，当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已经是我们在一起相处17个年头了。都说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感激您一直对我视如己出，将古钟表修复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。于我而言之，能够遇见您是今生足够幸运的事。我修复的第一件钟表是法国风车轮晴雨表，那是我到故宫1年后
第一次有机会触碰文物。当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准备修复时，您说了一句话让我终身难忘：修复文物就如同照顾自己生病的孩子，要知道病因何在，才能够药到病除，不能盲目轻易用药，否则后患无穷。在您的谆谆教导中，我度过了17年的修复时光，在这期间也曾彷徨过，但您一直用言传身教告诉我择一事终一生的道理，您就是我一生想成为的模样。在您在的每一天，我的心里才无比踏实。现如今我也有了徒弟，也希望能像您一样，在故宫里的钟表一件件都修好，将古钟表修复技艺不断地传承下去，就像时间向前的力量一样，永远不会停止，也永远没有尽头。您的徒弟齐浩南。老师言传身教，老师教给你的你也应该全部教给自己的学生师承。今天来到现场，咱们感受到了在故宫工作的工作者们的辛勤的付出，今天也让我们大开眼界。对，大国工匠文脉传承，向你们致敬。要把一首歌送给你们，来自王立达的《因为有梦》。